同学，跟镜头前面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无敌，口天无的无，迪化街的迪。那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9岁又8个月。你有什么样子的特别专长吗？专长哦，我看得见。啊？我也看得见哎。就是说，我有体感。体感？什么是体感？体感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体感的话，就请在11月2号到4号的时候，来文山剧场，看我们模型啊的演出，你就会知道咯。那先这样咯，拜拜。